好，说到道路呢，玉里镇内今年度的柏油路铺设总经费是1500万元左右。那么玉里镇民代表江文博就在定期大会上只提出了疑问，担心这个预算无法满足玉里镇内主要道路的路铺。那么江文博也担忧这些工程坑洞容易造成意外的发生，希望公所能够来重视。玉里镇内今年度的柏油路铺设总经费是1500万元左右。玉里镇民代表江文博就在定期大会上质询，也提出疑问：这些预算有能够满足玉里镇内主要的道路路铺吗？水沟盖的啦，是哦，还有一些人孔盖的，是、哦、那个注意一下，是铺一下，铺的时候要保持它在行的时候平整，在碾压过程当中要比较平稳一点、啊、是这个部分我会在这个已经在我们茶饮饭后证明常常在讲的一个议题，路平嘛，是水沟通嘛、哦、这个是最起码的一个需求啊，是是确实没有办法满足我们目前镇内所有主要道路的一个铺设。玉里镇内铺设的道路面积是18000平方米，但是近期又遇到了自来水公司水管退旧换新工程，随处可见路面挖了又补，形成坑洞。江文博担忧这些坑洞容易造成意外发生，希望公所能够重视。玉里公所的建设科长则是回应，会后会再来看工程进度，以及注意水沟盖及水孔盖低洼处平整的部分。记者高双双玉镇采访报道。